お疲れ様です。今日も一杯飲みましょう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泰的时间。今天呢，两个杯子。哎呦，这个杯子好像是 Huxiu Distillery 白粥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来喝 Huxiu 12年。那为什么准备两个杯子呢？我想要比较看看跟现在白粥有什么差别。我们倒酒吧。静置的期间，我们来聊一下白粥十二年。白粥十二年呢，是1994年开始贩售，作为白粥系列第一个产品 Huxiu 12年。而在2018年，因为原酒不足而停卖、休卖 Q by。但是呢，有在追威士忌消息的朋友们就知道，今年的3月将会重新复苏，以数量限定的方式再次贩卖白粥十二年。哇，多么令人兴奋啊！终于可以喝到白粥十二年了。而且呢，据说在贩卖白粥十二年的同时，还会贩卖白粥的 Peated 泥煤版白粥，相当久以前已经出过了，而这次复刻重新贩售，哇，我也好想要入手啊！那我们知道白粥是在1973年所创立，所以距离它的50周年也只剩下2年喽，想必一定有什么50周年特别纪念限定商品吧？我看又是一波争夺战啊！好，静置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来闻香吧。先从12年开始。咦？哦，哦，香，比较一下原本的白粥，太久没闻白粥了。啊，有看我上次 Hibiki 的影片也就知道，我在比较 Japanese Harmony 跟其他两款有年份的时候，马上就会感觉到 Japanese Harmony 因为它年轻的关系，所以它产生比较多新酒的味道。然后这次也是一样，在互相嗅闻的时候就感觉到无年份呢，果然还是放了比较多比较年轻的酒。而在闻过无年份之后再去闻12年，可以发现到在我第一次闻的时候，我没有察觉的它浓郁的泥煤感。由 Suntory 自己本身的网站上所显示，他确实强调他加了 Smoky 的原酒，可是这 Smoky 的原酒却让人感觉并不是在海边，而感觉到的是森林的气息，相当特别哦。哦，我写下我的品饮笔记。我感觉白粥十二年香气上有苹果的那种柠檬般酸果的气息，然后还有它 smoky 的元素，烟熏的有点 cheese 的奶油的气味，而闻它的上方它比较多一点点花香调，而下方就比较多它的木质味，让我感觉到好像就在爬山一样的，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喝看，哦，中后段相当甜诶，舒服。一入口，它的烟熏泥煤感很明显，之后中后段出现水果般的甜味，甘い香り啊，相当うまいですね。相当有层次感。喝口水，也要用白粥的杯子。哇，这个光喝就知道它做 highball 应该是很好喝的，因为它烟熏感更强烈，搭配一些日本的食物一定是相当的合适的啊。一些海鲜啊，或者是一些炸鸡块之类的。我记得我在我以前的影片中有提到，日本人还蛮喜欢有烟熏味的威士忌，因为他们在做成 highball 之后，它烟熏味会散发出一种清爽的感觉。第一口在入口的时候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它的那个泥煤味，那在第二口之后把这个泥煤味就下降了，木质的调性和
还有点薄荷的清香感。那中段开始出现的奶油啊，然后洋葱所产生出的甜味，然后一点果香的甜感。那吞咽之后，在尾巴产生一点点木质的涩感，舌头上会稍微有点涩涩的，但一点点而已。然后烟熏的调性会残留在整个口腔之中，相当的一个舒服的享宴哦。嘛，不过我相信这个风味是属于普饮的，所以没有必要去花很大笔的钞票去买一支白粥十二年。我刚刚又感受到它同时带一点点橄榄的气味，相当にうまいですね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哎，大家会觉得奇怪，对不对？旁边这只白粥我是要丢掉吗 ？No。关于这个白粥，后来他去哪了？请期待下一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チャンネル登録、グッドボタン、インスタグラム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拜拜。